喂，如是我闻。Hello，Hello、嗯。我哋讲咧就好多关于咧宗教啊、神话啊、啊等等咧，有啲系踢爆，有啲咧就系讲嘅lay民啊，即系平民咧嘅了解嘅意思，就唔会讲深嘅。一讲深啊，大家唔明啊嘛。我哋唔系教授啊嘛，唔系教授啊嘛，唔会搵啲教授啊、博士嗰啲就会讲老深啦、啊。我哋一定讲浅嘅。系，我哋好lay民。咁今日咧，我点解要讲呢个题目？呢、這个题目咧，我想讲好耐，好多人阿杨我哋阿杨咧都话要讲。啊，佢好熟嘅，你知唔知啊？系，咁啊，搵次我同佢讲续集。O、okay, K， 好。唔好得罪人嘅喎，讲呢话题。冇所谓，好讲下。因为我哋讲真。嗱、因为咧，我又话同大家听众叫大家听众做少嘢啦，观众啦，你 YouTube 就 search 下次馆，有一次喺广东广西度，嗱我哋有啊，就讲方舟咧，哇真系精彩到咧，我就费事喺度播啦，大家自己 explore 下啦，哇好精彩啊，因为咧各有个听众咧就同阿次官讲，哇嗰、那个方舟。睇咗影音視團，嗰影音視團嗰個方舟紀錄片真係好精彩啊！咁裏面嘅內容咧，睇完覺得係真嘅，一定係真嘅。裏面嘅內容咧就哇，親眼俾我哋見到個真嘅方舟啊！咁佢就似冠文啊，你點樣覺得係真呢？哇！里面一个木嘅结构敲来确确声噶咁样，真系我就唔会，我都敲得确确声啊，大佬。我就唔会好似佢咁发火啦，即系我就笑出唔到声啊，真系咁都当系真。呢嚿木都系唔有确确声啦，大佬。仲有咧，你敲个头都确确声。几千年嘅木咧，其实散噶啦，系一系就石化咗。唔系啊，你搵个头敲落木墙都确确声。嗱，呢个唔系最大问题，而系问题咧，我哋系都有少少研究啦，咁啊嗱，我哋大部分咧，而家我哋讲紧方舟呢个观念咧，就喺旧约圣经里边得翻嚟嘅，就系同嗰个主角叫罗啊，罗啊有关系啊，但系咧真系嘅方舟咧，唔系净系喺罗喺圣经旧约有，有好多唔同文化都有噶，喺希伯来嘅圣经里边又有，喺耶教嘅。舊約聖經又有，咁希伯來係咩教嗰陣時？希伯來就猶太教咯，猶太教係啊。但係佢嗰個咧教咧有耶穌噶，但係耶穌咧唔係新教嘅，耶穌只係一個拉比，係拉比又係一個先知，先知係啊先知。咁啊，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回教嘅可能經，咁啊再遲啲嘅俾耶教。嚇呢個遲咗幾百年，呢個咧呢三個咧都係我哋叫亞伯拉罕。的后代后面的宗教即是由他们发展来的宗教那么收尾出之呢在二十世纪头呢就发现另外一个呢 惊天动地的发现这个一阵我再讲先讲这个犹太教 的所谓的圣经他的圣经的传说犹太教的圣经传说呢有一本书呢在譯翻大陸譯咗啊，叫做咧舊約中嘅民族，個民咧就係人民嘅民族咧就係亞族嘅族。咁咧譯咗中文咧呢本書咧就係、是、一個英國好出名嘅民族學家，就係叫做咧Fraser。呢個 Fraser 咧寫嘅，咁佢裏邊咧好過癮喺呢、這個因為這個呢個咧喺香港嗰啲中基督教團體無論新教或者天主教咧，都唔會講俾你聽嘅。啲教會後唔會講俾你聽嘅，因為冇猶太教喎香港。係冇錯。佢香港有，有教就唔會講，唔好及，唔講你聽。嗰係刺經嚟啊嘛，覺得。係啊，冇錯。唔係佢，唔係猶太教嘅經同新教舊教嘅經唔同，因為佢唔同啊。同埋講緊嗰啲嘢。但係完全唔同，一陣呢個同一個神，但係觀點又唔同，觀點唔同，即係都係耶和華，但係佢覺得譬如耶穌就唔係神之子。佢嗰陣時咪叫耶和華，之後基督教就叫耶和華，佢耶威。耶威，耶威。但係天主教咧唔準講，唔準講耶威呢個神，因為講呢個神嗰陣時就已經講咗猶太教嘅神啦。其實都係嗰個人嚟嘅，即係阿拉，其實都係嗰個人。係阿拉都係個人，冇錯啦。咁啊，呢個神呢個God咧大草God啊，兩個三個人都係用大草God。我哋唔好讲佢用咩名咧，发嬲又话啲人咧衰啊，哇真系贱啊，点贱冇讲话，点衰冇讲喎，不过咧就系衰，莫衰有嚟个大佬。于是乎咧就要杀尽啲所有嘅罪人，咁咧由先由咧讲咗警告先，
咁由一個善人啊，所謂善人又冇講點樣善法喎。係呢個咧，即係總之佢話係就係噶啦。係即係角色扮演嚟嘅。叫羅啊，係咁咧就衰又唔講點衰，好又唔講點好。係啊，冇講佢點好嘅。義人嘅叫做。所以有係啊，冇錯，又話叫善人啦、義人啦。咁由佢出嚟發出警告。咁喺呢個段時候咧，有兩樣嘢咧係我哋當神話，佢哋當真嘅。係一陣你會講呢個 point 啊。哦，佢话当日咧发出警告嘅时候，个太阳咧系由西边出嘅，月亮咧一样，东边沉翻落去，有个异象啊，呢样嘢咧即系证明咧，而家呢个时候咧讲俾你听系真嘅天文异象，天文都话，天文都讲俾你听系真噶啦，哦，即系证实有个异象咁样，啊，即系佢当时咁讲，系啦，咁呢樣嘢咧已經使到咧大家拗曬頭啊！因為喺而家嘅天文學裏頭咧，係冇可能有一日個地球倒轉咗行啊！會唔會曾經有一日咁樣樣咧？唔係，一日都未試過，冇話個地球轉噶嘛，都未知。係啊，未知。係啦，點中咗伏啊嘛？係啊，冇嘅，信錯咗添。係喺地喺個太喺個太陽轉緊啫嘛，月亮轉緊啫嘛，地球冇轉嘅喎。係啊，冇錯。係嘛？咁啊！但咧，系信嗰啲就會話特登照轉咗嚟行嘅太陽月亮。唔係，信嗰啲係咁，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上帝係萬能，佢 God 係萬能，大祖國乜都得嘅。咁翻蛋個太陽咪轉翻轉頭咯，撳個掣得噶，係咯，或者佢諗都得嘅，學一學都得。系啊，看都看得得，谂谂都得。系佢话有光有光啦，佢话我说有光便有光。系啊，就系咯，任佢点讲，有咩唔得？系咯。咁啊，但系啲人仍然系放肆嘅，咁所以咧就准备咧就洗牌，洗牌啦，同佢玩啦。咁啊落，咁啊吩咐咗罗亚咧就一样系呢个动作啦，做只方舟啦，劝啲人改善啦，冇人睬佢啦，咁啊就俾佢。他有没有说大洪水会来啊罗亚会他有说的警告定还有呢他一路做着船的时候跟着个 God 的指示做的船有人笑他哇这么好天气在山上整个船把把轮把轮是啊你这里呢已经有一个非常之拗头问题是科学的谬误点冇冇嗰只船几大装嗰啲嘢先，唔好讲。而家先讲点样揾呢啲木材。佢屋企嗰三个仔，计埋嗰三个新抱，计埋佢嗰个老钳婆，系夹埋佢自己百几二百岁。顶窿你养廿只牛嚟？系点样样搞掂嗰扎木炮声？唉，神就会令到唔系咩叫神迹咪就系咯？呢个唔系神迹，我呢个人做啊。系正话讲个神会帮你噶啦，点帮都帮唔到啊，大佬。嗱，所以咧啲木已经喺晒度咯。各位有冇睇Russell Crowe 做啊？嗰度我谂个编剧又顶个写剧本点咧？写到呢度我要拍出嚟噶，你讲啊，梗系易啦。顶咁我点拍啊？哦，得一声。靈機一觸想到了有啊樹樹自己行去那裡是樹自己行去的樹王來的沒有樹精來的樹精來的是啦那就解決了解決了我不知道幽默又是整蠱又是迫不得已幽默幽默另外那個 40 Year Old Virgin 都做了一個現代版的電影就是今時今日他一個參議員一個 Senator 又是突然神叫他起羅亞方舟神召又起方舟佢咪就系讲到话啲动物会帮佢咯。哦，咪呢个问题咧，一落实咧就搞唔掂噶啦。吓，咁啊，冇讲啊，后边只船装唔装咁多嘢先。嗯，先讲呢只船点做先。系，咁大只船，有铁达尼三分一、三分二咁大。咁细噶，郑啊？好大噶，唔系讲玩噶。全球嘅动物喎，一阵再讲。即唔系讲玩噶？唔系讲再，一再讲，分三层。嗯。咁全部木做嘅啫噃，冇摩打嘅喎，就识浮嘅啫噃。唔系要识行嘅喎，佢唔系要行咁，要唔死啊？咁但系问题咧，你要防波涛汹涌咧，你唔沉得噶，你沉咗咪死。我哋惊世巨浪喎，大佬。仲有啊，嗰个船系平底嘅。系平底噶，平底先精彩啊嘛，大佬。冇，佢冇可能系咁样噶嘛，你心水一定要系尖嘴噶嘛。佢冇个刀啊嘛，佢唔系用个刀刃嚟做噶嘛，系喺个平地做嘅啫嘛，咁点做到一个？
尖底咧？尖底系啊，一定要尖底，会唔会反硬噶？反硬噶嘛？系咯，好啊。咁啲未传奇喺呢、這个又神喺呢个神旧约中嘅民族咧，呢、這个犹太教嘅唔系天基督教天主教冇呢味嘢噶。佢话咧当日咧有两种水，嗯，就大浪滔天咧落嚟嘅，一种系雄性，一种系雌性。咁得意水都好分系啊，雄性雌性，雄性咧就由天跌落嚟嘅，系雌性咧地下涌出嚟嘅。喂，呢个同呢个中国嘅阴阳水个概念系啊，有嘅有嘅，唔系旧基督教圣经都系讲由天落嚟同埋地下涌出嚟，咪冇咁多水嘅，搞唔到咁多水嘅。系天嚟跌咧，点解会诶咁多水肥落嚟咧？佢个神话就话咧，上帝咧就喺呢、這个芸芸众星之间，嗯，就揾到两粒星喺天某座嘅水星就系，插声掹咗佢出嚟，一掹咗之后咧，嗰度个窟窿咧就啲水喺嗰度，就落嚟啦。啱啱咧，嗰啲窟窿咧就啱啱射正地球喎，咁所以咧就不断嘅大水咧，水源充足。结果唔啱啊，唔系地球啊，嗰阵时系个平面嚟噶嘛，系喎系喎，地球系啊，你一掹佢就射咗地上，系啦，流水在地，遗水在地，系啊，知啦。因为天某星咧个星座咧就俾佢咁样咧就掹咗两粒落嚟，放水，产生两个大窟窿，系浴缸放水咁放，系啦，地下咧就。一指咗之後咧，地下個水咧湧上嚟，咁於是乎咧上下夾擊，就將成個地球咧浸曬。咁而家咧啲人咧就話有道理，點解咧？因為咧原來中喺世界俾人統計過啦，有180個地區都曾經講過有洪水嘅，有洪水滅滅地球嘅，唯獨陰公啦。就我哋伟大祖国，冇汉朝嘅汉人啊，汉人地区同埋蒙古地区、西藏地区，系冇试过有洪灭世洪水嘅神话传说，有黄河水，黄河水一唔系而家唔系海水嚟嘅，唔系涌出嚟嘅，系缺堤嘅，系冇嘅。因为西藏以前喺海底啊嘛，大佬更加冇。诶，喺嗰阵时已经成立咗地球噶啦，有大地，但即系个七日嚟嘅嗰度系。因为咧嗰阵时个观念系冇中国嘅，而家死人嗰啲咁样嘅坚信派咧，就话当年神又讲中国，其实吓又咁讲，咁我真系未听过。有听过我老友杨渊成咁讲。哦，即系我就系叫个。嗰条龙子，嗰个六角星啊，即系六芒星。六芒星咧，照住啲道路去揾到耶稣嗰个星咧，佢都话喺中国历史有记载喎。咁都够胆死嘅，唉，咁都够胆死嘅，乜都够胆吹，乜都够胆吹嘅，唉，乜嘢都够胆死。呢个咧，神棍嘅本能嚟嘅，系啊，真系离晒大谱。巴闭。咁啊，好啦，讲翻咧呢个大水落嚟之后咧。圣经有两耶教圣经有两种记载，一种记载咧就系话日子唔同啊，咁而家啲文作家咧就另外一个解释，佢话咧你当神话睇咧就啱啦，点解咧？从来都系喂信教个唔当文，系你个老友坚信嗰啲唔当神话，你啲家姐都坚信真噶，当真噶，你话神话即刻同你搏命，同你反面咯，反面搏命啊！佢又唔敢同我拗真唔真嘅，即系总之唔理拗啦，因为再答六个字出嚟，不要问，只要信，只要信。我以为系藏传佛教嗰六个字，我问你咩咩，唔系嗰六个，唔系六个字。好啊，咁啊，讲翻咧，正话我讲嘅嗰个现象啊，咁啊落嚟水浸咗之后咧，咁啊唔死得啦。咁而家啲人咧就会问啊，佢话水浸咧，其实咧系有两个唔同版本嘅，喺圣经自己都唔同版本，就话咧点解佢嗰个有洪水惩罚咧，或者嗰个系咩嘅喺民族上咩世界咧，咩意念咧咁样？佢话呢个咧是一个混沌的意念，即是未有人
發明到一個曆法之前咧，人咧係好混亂嘅，佢都唔知幾時係咩字。冇嘅，你混喺監倉嗰個臭格裏面咧，都好混沌嘅。混沌。佢哋日對日頭夜晚。因為佢冇咗嗰個時序，冇咗春夏秋冬。咁咧，如果跟翻佢呢個聖經所在咧，猶太人嘅記載咧，係真係發現原來成個洪水由開始。一路至到佢出翻嚟，系啱啱咧364日，計得出嚟嘅。咁咧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喺嗰陣時咧係表達一個時序，一個地球嘅公轉。即係話俾你聽，浸足一年，係浸一年，嗰個就係一個循環啦。嗰一個循環嚟嘅，所以就新生新嘅生命出翻嚟。乜都死喎，浸一年大佬。係啊。即皮都甩曬，甩幾次。有啲好奇妙嘅發生先啦，照樣繼續講啊。咁當然咧，仲有呢個猶太人聖經裏邊仲講到咧，呢、這個挪亞咧點樣識做呢架船咧？就上帝講咗佢聽，個 God 講咗聽。神所默示的。係God 個 God 講咗佢聽，所以咧佢抄低曬，將佢存咗喺嗰個船裏邊，擺個黃金盒裏邊嘅，講到似層層嘅。咁但係實際上咧，而家呢班人上去啊，點解揾唔到黃金盒咧？啊，揾唔到嘅，揾到木嘅啫，黃金應該唔腐爛，應該唔腐爛添，咔咔聲，係應該唔腐爛。俾人鑿曬嘛啲鑑，咁都有個記載嘅大佬，有篤屎都揾到㗎，大佬。好啦，咁啊而家冇拗啦，只要乜同埋不要乜啊！而家講咧就係另外一個啲人嘅挑戰啦。佢話咧，如果全世界嘅動物，即係嗰陣時冇恐龍啊，好彩冇恐龍。我唔知點收埋佢。其實咧冇理由冇恐龍嘅。嗰陣時有恐龍。嗰陣時唔係有人養埋恐龍啦。科學家就話唔會 crossover 到嘅，因為恐龍先過人嘅。人類死曬都有恐龍。哇！唔好講啊，恐龍啦，大嘅動物、細嘅動物，小到叫昆蟲。鹹淡水都撲街啦。細菌咧。鹹淡水細菌乜嘢都係咧。藻類啊。同埋有啲動物個週期得幾日嘅啫嘛。係上一日添啊，甚至係上唔到船嘅。因為咁上船咧係要。趕齊啲人咧，全世界嘅物種，係即係自己行嚟喎。35年先係接掂，35年啊，先至可以上曬船啊！我就算嗰啲人嗰啲 Kingling Kangling 啲鱷魚，本來唔喺中東嘅，喺非洲嘅，都要行嚟，都行嚟噶，唔使啦。北極熊啊、企鵝啊嗰啲咁點啊？海豚咁啊點啊？上山啊又？唔係仲有啊？譬如你海星啊、嗰啲海膽啊。未計海就唔使死，而家呢另外一個問題，卷咗壽司擺住先。嗰個問題而家結啦，佢點解要懲罰所有嘅陸上動物？空中嘅飛鳥、死鳴啊，同埋咧甚至乎昆蟲，佢冇講細菌，真係關佢春事咩？講火先咧，你係掠人啊嘛？點解掠嗰啲掠埋咧？係咯，點解魚類喺海頭又唔掠咧？魚唔死得嘅喎，你話知幾大？淡水魚都死嘅，係淡水放生放埋落海，係咯，係啊，哦，終於明白啲人點解咁樣放生。O K， 得，冇錯，係死淡水魚嘅喎，淡水魚唔死，龜就死啦，海星又唔死嘅喎，係咪啊？蚝又唔死嘅，其实都死嘅。你满到咁上唔到岸，都交配唔到。哇，浸成年，乜仲有喂？深水鱼变咗浅水鱼唔死啊，大佬，水压都唔同啦，都爆晒啦，大佬。咁所以咧，好多全部脑出血。咁仲有问题咧？啲人话点样喂佢咧？系点样预备啲食物？系咯，等班。你冇乜嘢，獅子老虎係食肉嘅，牛係食草嘅。嗱，我解釋，好，我而家開始，任何嘢都同你解。好，因為咧，你今日見到嘅動物咧，其實已經絕有啲已經冇咗噶啦。我眼未見過噶，因為佢有個食物鏈喺個船嗰度。嚇！本來眾多動物嘅。哦，呢嘢食嗰只。佢就係嗰一年裏面咧食死咗好多噶啦，已經。如果唔係，唔止咁少生物嘅。嗯。係咪？即係 make sense 先成件事。好勁啊！咁食咗咧，啲屍體腐化咗成年咧，喺度嘔咧，咪食埋咯，即係細嘅動物又食嗰啲細嘅食剩嗰啲肉碎，跟住係啊，廚餘噶嘛，細菌又食埋，細菌又生存到啊，係咪即係成個生物成個 ecosystem 搞掂咗啦？咁啊好啦，另外咧，博古啊，喂嗰扎動物咧就唔理你喎，而家我哋養只貓都要貓屎盤啦，係啊，咁啊。
喂，神会俾猫砂俾你噶。嗰时有好多种狗，其中一种食屎狗，系啊，专系食人哋食剩嗰啲。而家好多立法会都好多，系继续。哦，原来咁嘅样，我真系谂唔明。系啦，点样样排泄咧？排泄就冇猫屎盆嘅。食唔晒啲狗，食唔晒屎，呕咗虫咧，又有蛋白质。系哦。咁又可以循环，喺个成日所有嘢都喺个船度搞掂晒。喂，咁你嗰人同埋一齐，唔使啊，冲出门口咪打开门口倒咗咪得咯。唔得啦，嗰时巨浪滔天啊，射上天，啲抛物线落翻去咯。系咯，咁开个窿仔咁样滗出去咯，猫砂。系咪见过梁烟成先？见过见过。系。咁啊，所以咧呢个咧好多问题咧，如果用现代人嘅观念嚟计咧，就根本咧系唔存在嘅。系嗱，不过讲翻嗰个 Russell Crowe 嗰套。个编剧点样编咧？嗱，佢都有同一个疑问，死啦，点算咧？你头先讲嘅几样嘢，哇，真系唔知点写落去啊！但系又冇钱交租，又个公个仔读书，咁唯有照写啦。咁佢系咁嘅，就带一啲迷烟入去咧，就将啲动物迷晕晒。你好好地瞓啦，即系唔系打针，系啊，即系唔系打呢个唔使啊，五只针唔使去搵啲烟迷晕晒，但系唔知点解佢自己唔搵。成只犀牛都晕，你咁样都唔晕，即系呢样我就真系谂唔通啦。气先得啊！大佬仲要晕一年啊，救命啊！唔系一见到有咁上下迹象醒咧，佢又迷过啦嘛。系啦，冇错 ，keep 住系咩？系 keep 住迷嘅咩？系噶，好捻神奇。系啊，大佬即系咧，我带个猫去阉咧，我就知啦。你知唔知啊？即系咧，医生落嗰啲即系而家啲人食嗰啲 K 仔啊，就系俾啲猫诶动物噶嘛。本来就系大象噶嘛，要系啊，帮佢譬如做手术嗰啲咧，诶整整晕佢咧就用嗰啲啊嘛。佢晕都晕一阵嘅啫，佢唔会晕好耐。keep 住晕啊嘛。佢做得醒嘅时候唔系口行到嗱，咁就解决咗呢几个问题啦。当佢咁仲有咩问题咧？嗱，好啦。我經常咧想問一個問題啫嘛，因為咧二十世紀初咧已經發現咗咧喺一個微米啊呢個故城裏邊咧係以前係雙子河啊，雙子河流到尾咧就係、是、兩條河夾翻成為一條河，咁啊嗰度係最肥沃嘅土地，嗰個 Ura 嗰個城咧就係、是、阿伯拉罕出發嘅地方，佢一路移民。兜个叫金新月啊，佢因为中间系沙漠嚟嘅，所以一定要跟个跟住嗰啲有草同埋有水嘅地方。系咁，佢赶到佢嗰扎人，佢啲动物啊，可以生存啊，生存啦。咁呢个发迹嘅地方咧系好肥美嘅。咁但系食下咧，都草啲草啊，冚烂冇嘅，冇咁佢一定要搵新地方走。咁而家你喺呢個地方咧，即係而家嘅伊拉克，咁咧就考古慢慢發現咗咧，喺地下咧有啲舊城。最弊咧，最唔好嘅消息咧，就係、是、呢個舊城裏邊咧有好多泥板 ，cuneiform 嗰啲楔形嘅文字啊，就係用嗰啲一嚿泥濕咗，趁佢未曾乾嘅時候咧，就揾啲。苇草，即系芦苇草，嗰个干，扼落去，就扼到三尖八角嗰啲咧。而家我哋都见过嗰啲咁样嘅草啊，见到咁样嘅笔同埋咁样嘅板咁，啲泥板咧干咗之后咧，就等于一张纸，即系佢记载晒，记载咗之后咧，佢有好多神话传说。有人解到，有人解咗呢个画，读得掂呢个画。咁讀得掂呢個咁樣嘅古亞述嘅文字咧，裏邊咧原來發現早於舊約聖經成書之前，1500年到500年呢個期間，已經有 exactly 一樣嘅古仔。古仔呢個我知噶啦。嗱，其實我又係梁煙成上身二次創作喎。係啊。嗱，梁煙成上身，因為我譯錯咗。因為邊個去 judge 佢有冇譯得啱先嗰啲字？有公認，因為咧佢係因為嗰種三種文字，古希臘文同埋呢個即係嗰塊石。Solo Stone 一樣，嗰個有個名嘅個石，就係因為咩 encrypt 定唔知咩咁噶嘛。係啊，而家喺大英博物館。係。咁但係呢個譯咗出嚟，呢個咧好出名嘅叫 George Smith。呢個喺大英博物館工作嘅一個盛世迷頭迷腦，就係做呢啲咁樣嘅。
喺未廢之前都廢嘅，廢青區啲咪就係係啦，廢青嚟嘅，廢青揾到錢嘅。譯咗呢，譯咗之後咧，啲人就驚覺，原來有咁嘅，原來第二創作嚟嘅，係人名唔同，當然唔係叫羅亞啦，但係一樣係上個God，一樣有佢個God。嗰個咩宗教咧？咁嗰個嗱，再古舊呢個咧就亞伯拉罕咧。最早的時候點解佢會有一個咁樣嘅移民咧？因為佢唔夠食，要走啦。但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佢一路走咧，一路吸收咗好多沿途其他民族嘅宗教、民族嘅歷史、民族嘅 culture，就將嗰啲民族嘅 culture 同埋歷史咧，就作一個宗教出嚟。唔係接咗落嚟之後咧，混合佢自己本身嗰個耶威，一路咧就將佢咧成為佢個宗教嘅營養。当然有改了很多了，名好多改了，即都是创作了，是没错了，意思创作，是的。那这个呢，基督教呢，旧约圣经是很多这些其他宗教里面的故事影响他的，包括了呢天使，天使更加，天使是丘比特，是的， Cupid，以前天使呢原型呢是很肉酸的嘛，好像动物一样，猛獸动物头的嘛，有、人身的嘛，现在抬住那个圣柜那四只东西呢，是、就是天使，就天使的，很肉酸的，嚇你的，那直头那时候你看到会怕的，就夺宝奇兵 ending 那场那些来的嘛，吓、你嘛，很恐怖的，很恐怖的，就是那个圣柜嘛，约柜嘛，约柜约柜我是做什么，就挤住十戒的版，是跟你立约嘛，十戒嘛，是动物头人身，跟有没有翼呢，就很多个版本的，但是呢后来发觉，咦，这个不是很熟，外星人来的，咦，发觉，咦，丘比特很有趣，就将它接了过来了，将这个希腊的神话消灭，你怎样消灭得它最好呢，就移花接木就最好，譬如我成日讲这个没人信的，我曾经呢在圣母啊，不是圣母是另外一个故事的，这个在加拿大，那时候林家华都做跟我们熟呢，那我讲那些故事呢，他就走去不知意思就走去讲了，基督教10月25号耶稣诞呢，原来没的，圣经冇讲噶，因为俾人铲上天板啊！系啊，冇噶，完全系作出嚟噶，系定咗个人啦。如果系东正教，一月六号添，根本大家都唔同日子噶。拜火教啊嘛，系咯？点解啊？哦，即刻有人打电话嚟啊！今日高兴日子，唔好讲呢啲得唔得？我今日算几好品咁样，系今日高兴日子啊！高兴日子不如唔好听啊！叫你不要说，又是你正话你那些你贵亲那些那样的类型，有真的有这样的人，那不说了，因为你公共电视，有人公共电台有人不喜欢，如果新加坡拉到坐监的，不是吧，喂，阿鱼仔不就是这样，阿鱼鹏参不就是这个罪来的，是啊，他就是令到一些宗教人士不安，那就拉了坐监。喂，你知不知道马来西亚呢说要将热狗改名嘛，不可以叫熱狗，即我們現在吃的那隻 hot dog 不可以叫熱狗，因為呢狗在回教裡面呢是不聖潔的，所以呢要叫它呢包著麵包的香腸，哇，那被人呢即是不爱美国文化咯，就被人铲了，就说屌，那你全世界都叫它热狗，你叫它包住，你不要吃，包住面包的香肠，你叫它包皮也可以的，即是你包皮也不圣洁的，都不圣洁的，不得的，要拔掉肠出来先，讲到这里我又插了先，天主教有本书叫黄金传说，是一个主教寫的，我想起聖鬥士星矢，對不起，有一本書你可以查，即上網查，這本書裡面講了很多天主教裡面中世紀之前很多神話，這神話有人當真的，其中有一個叫聖包皮，你未聽過呢，是那些古蹟來的，耶穌的包皮，沒錯啦，因為他們說耶穌小時候聖經有講，佢七日咧就要走去割咗包皮。咁割咗包皮之後，個包皮去邊咧？原來咧就揾個盒裝住，retain 得好好。咁咧呢樣嘢咧就變成一個聖物。呢個聖物咧就叫聖包皮。嗱，
你讀任何天主教、基督教都唔會講嘢聽嘅。我講咗你聽，真事。喂，你小學你見啲學小學生問咩叫包皮？聖包皮啊，叫聖包皮，真真有其事喎、啊，就係呢本書，即刻可以查到嘅。你可以即刻查咁啊，咁樣叫黃金傳說（Golden Legends）， 係中世紀有個天主教嘅主教寫嘅。但基督教嗰啲人唔會信嘅。咁啊，包皮而家去邊啊？咁咧？系冇错，有法力。静鸡鸡咧收埋咗喺某间圣堂里边。系咁呢个不单止系佢收埋圣包皮，仲有一个叫 True Cross。吓 ，True 咧就即系真实，系 Cross 咧就即系个十字架。系咁啊，当年咧呢、這个太后啊，Helena，就系呢、這个罗马嘅帝王啊，君士坦丁个妈。咁咧佢咧就。她本來呢她是一個低微的女人，她是做酒店裏面的侍頭婆，開緊酒店仔咁樣。咁但係因為咧佢篤信，於是乎咧佢就認為你神祝福咗，要揾翻耶穌釘十字架。过十字架，哇！过四百年噶咯，大佬系过四百年噶啦，确确声都冇埋咯，三百几年啦，四百年啦，四百年俾木住咗，唔系俾虫住咗，就走翻去呢、這个。各各地即系骷髅山啦，耶撒冷咧，系就揾，咁揾唔到咧，就去翻佢钉十字架嘅地方咧，就掘，俾佢掘到啊，三个十字架喺度，咁而家咧就唔知边个系啊，唔知边个系，因为有两个系拆噶嘛，咪掘下边个响啲，系咯，咁咧用翻阿听众嗰个逻辑系咪？系啊，咁啊点算咧？俾佢谂一条桥。他说这个一定有 神力在这里的。於是乎呢扶機不是他不是扶機还有一个扶機。找那些转那些逆時針順時針不是。他是找个死人找个死人的屍體找个十字架不是找个十字架按一按他。翻不翻生死人翻生了。呢个咧就真啦，咁所以叫 true cause。咁啊试咗几廿个冇反应，三个抌得啦。卒之试到过呢个 true cause。第几一个啊试咗？冇讲呢个高登咧，冇讲系要揾啲尸体。好啊，咁咧佢皇太后有乜所谓啫？乜嘢得啦？系好啊，未死扮死再翻生都得啦，作乜都得啊！真系呢个 true cause 就于是嗰个十字架咧就拎咗。就俾咗呢個係啦顯靈，呢個世界接我係有乜用呢？原來咧，所有第時征戰啊，哦，聖物嚟嘅，係佢就揸住行先。哇！仲慘啊，做孤呢好大個，係啊，揾住好多個兵揸住行先。喂，但係我見到啲相嗰個係咁大到嘅啫喎，佢唔係打仗嗰個。未做未講未講到嗰度。哦 ，OK。未縮小啊。係。咁咧，於是揸住嗰碌嘢咧。就真係打仗，逢戰皆勝，都唔使打噶啦。咁子哥為母，唉，俾國民黨啊嘛，屌，係啊，係咪先？即係就打贏，乜都打贏。咁我哋就唔使咁慘。咁之後咧，經過好多場戰爭之後咧，呢樣嘢俾人搶喎，內部搶。搶咧嗰時咧，呢個樣嘢俾人割啦，俾人分肢解啊，肢解咗，肢解咗之後咧，開四咁樣。係啦，唔知開幾多。而家咧。在歐洲很多天主教聖堂都說自己有 True Cause， 咁如果你上網咧，你揾圖咧，就嚇死你啊！乜嘢幾萬張？哇！俾人批到牙籤咁細，咩一萬間教會都有，都有嘅。間間教堂咧喺裏邊咧都擺翻個 True Cause， 咁你有咩作用咧？有一個商業作用，係即係等於秒足嗰個聖物咁樣。嗰個 True Cause 咧就。好多人想見一見，或者睇佢嗰個祝福，或者求一啲。使乜啫？你拎條死屍去嗨一嗨，睇翻唔翻身得噶啦，而家唔會噶啦。哦，而家又唔得啦。因為你唔係教皇啊嘛。而家你唔係你老母啊嘛。你唔係佢老母。唔係佢老母啊嘛。唔係 Helena 啊嘛。好啊，咁你咧，嗰啲人咧就揸住嗰個叫 True Cross。而家好多咧就揾啲金啊，揾啲珠寶咧，镶喺個木嗰度，搭翻佢一個細嘅。咁所以你已經見到咧，揸住嗰個咧，出嚟征戰嗰個咧，咁大嘅啫，係俾係肢解咗之後，係唔係嗰個 true cross 木咧都成問題？佢裡面有條牙籤，嗰條牙籤可能係即係等於咧佛牙，佛牙咧就係啊。犀利，好多假嘅，知唔知？我哋要信系真嘅，唯有系啊，其实都系一样，一样，都系斗作嘅啫嘛。Relics 嗰啲叫做咧，即系圣物嚟嘅，
就幫即係證明有嘅。喂，有聽眾咧，裝下身咁咯。有聽眾要求我哋講咧呢個輪迴啊，你太似講嗰啲咁嘅 topic 嘅，咁咧咪輪迴咗咯，嗰、那個俾個十字架呢個。我咧就咧，我交代一下啦。咁其實我又想講呢個西藏生死書嘅。係、啊、好啊，呢、這個、啊、想講中陰身嘅呢啲。但系咧就咧，我要做少少功课，因为呢啲咧就不能够讲错嘅咁样。系冇错。等阿姐冇咁忙先，阿姐最近真系非常之忙，你知道冇？呢几个月咧，冬天咧系我哋西餐嘅旺季，好忙。等阿卯咁忙嘅时候咧，我就会讲噶啦。嗯，继续，继续讲洪水。啊，洪水咧，另外有个故事喎。系。就系洪水完咗之后咧，呢个罗亚咧就为咗要祭祀。嗱，佢接咗一條彩虹咧出咗嚟，咁、似乎咧好似未曾發生呢個洪水之前咧，呢個世界冇彩虹嘅，因為未有嗰啲未有嗰啲陽水啊，一定有嘅。咁但係咧就話個彩虹係立約，個 God 同佢立約嘅。以後咧個 God 話死得好慘啊！我再唔會用水嚟再揾水嚟玩你啦。其實嗰動物先慘啊，俾人迷暈咗成年就唔慘。唔係啊，唔迷暈嗰啲喺出邊死嗰啲仲慘啊，大佬。係啊，嗰啲無端端關佢 Q 事咩？講真，你班友衰。可能我識游水咧。嚇！啲長頸鹿嗰啲一定識游水啦，其餘嗰啲唔係啊，嗰啲咁大嘅水咧。喂，你講漏咗一樣嘢咧，我好有興趣問嘅，就係話咧，佢點樣先為之？啲洪水即系未出彩虹之前咧，点样先可以知道有岸呢？哦，个点样去啊嘛？呢个又系成为一个咧，而家啲科学家谂唔到嘅一个笑话咯，成为一个。佢话咧啲水咧入翻地下嘅，一路即系缩翻落嚟，缩翻晒。哦，或者喺嗰个砸咗星星嗰个窿度啜翻走。reverse 咁嗰只啊呢个咧又有一个神话就话咧呢个砸咗星之后咧个嗰个叫本熊座。星座啊，點解成日追住呢、這個天某星咧？就因為咧，而家咧吸水係嗰度咧，喺嗰度因為有個仇怨啊，掹咗佢之後咧，揾佢補啊，所以咧成日追翻住債啊，要佢睇數啊。哦，呢啲好嗱要找數啊。咁呢啲係猶太教嘅傳說，神話同基督教冇咁講。嗱，又講翻正話嗰三個仔，一個咧就是、啊有一個仔啱嘅。啱叫阿含啊，阿含，哦，叫含啊，系咩人嚟噶？咪接三仔犹太人嚟噶嘛？哦，即系你讲紧三个仔，一个阿伯拉罕，唔系呢个罗亚，罗亚个三个仔，三个仔一个咧就叫做弗，一个叫含，系两个都啱，含啊，你两个啱啊，弗同埋含啊，大佬。咁呢个我哋依一集出咗街之后，肯定好多 unlike 我俾你听，唔紧要啦，唔系继续。咁咧跟住有个阿佛。系，咁啊问题咩咧？仲有一个咧，阿佛啦、含啦，仲有咧？就系含同埋呢个咩啊嘛？唔正经嗰啲你又唔记得，含正经咪正经你又唔记得，唔记唔正经你又记得，点先而家？唔系我睇睇先。系。有个名嘅，阿闪啊闪啊闪族啊，哦含完翻嚟唔闪咩？闪系大仔，含咧系二仔，阿芬咧就系三仔，咁呢个咧呢个死仔咧，好衰唔衰呢个含好衰唔衰？嗰日咧就入去帐幕，就见到咧，你起码咪有顿轮。边度帐幕啊？船里面啊？唔系出咗嚟啊！即系啊，唔系都未讲到点样出去。点样出？哦，你可能补充翻你水啊！因为咧，佢咧唔系佢话咧，点样知道会有陆地咧？哦，放只雀出去，抌个橄榄枝翻嚟。咁我想问下啦，浸咗成年啲橄榄枝点会唔黄？唔系佢等四日，等咗之后咧。我知，咁你浸咗咁耐，有新鲜出嚟啊嘛？点会有新鲜啫？仲浸死晒啦，嗰啲嘢都。咁但咧，植物都死埋。系，捻咗烂藤。可能一上帝话有就有噶啦，唉，讲呢啲，主说有光便有光啊嘛，有草便有草，咁咪就系咯，有橄榄便有橄榄啦。呢个同嗰个原来咧，发现嘅泥板咧嘅故事一样嘅，不过咧就唔系乌鸦，但系从来都冇讲植物点样噶，好似成个古仔都全部浸死晒。我知啊，咁咪就有仲有橄榄，系咪就系咯？又创世纪嚟嗰次。橄榄粒物点解浸咗四日，浸咗成年水之后，就仲可以发到芽，发到芽咧咁啊！呢个冇追问啦，系啦，只不要问，只要信。系咁，你就讲翻呢个阿含喎，阿含咧
好衰唔衰嗰日入去咧，就見到帳幕裏邊咧，呢、這個係真係含緊呢個唔係父母喺度，個木唔係個老豆啫，裸體係就除咗衫喺度瞓覺飲醉酒，佢係飲醉酒就除咗衫。咁於是乎咧，佢係話俾外邊嗰兩個兄弟聽：，哇，老豆剝光珠喎喺裏邊喎，戴咩佢叫咩？戴飛象係唔係嗰個叫咩？死啦啊！嗰個咧，日本嗰、那個叫蠟筆小新啊，長毛象，長毛象，繼續。點解咧？因為喺嗰個年代咧、就父母嘅唔應該睇嘅地方，係唔應該俾人睇到嘅。你唔應該真係睇到嘅，同埋即使係嗰度係你嘅太公係你嘅祠堂，你都唔能夠睇到嘅，係好有禮貌。咁所以咧，今時今日都唔會睇啦，係嘛？講真，而家一齊沖涼咧，你去日本沖過未啊？我及女啫去。你冇成隊人一齊浸落個桶沖啊嘛？唔見女人咯，全部都係女人咯，哦、一個廚咯，係啊。哦、我翻嚟咪同佢講話啲女唔係佢心目中冇身材啦，繼續。好啊，咁啊，出嚟講俾兩兄弟聽，兩兄弟就話：哎呀，咁啊唔得嘅喎。於是乎咧就。褪入去，背脊咁褪入去，攞門鑊咁樣，係攞張籤啊，背脊門鑊冚住咗老豆，即係唔好俾佢再赤身露體啦。老豆醒咗之後咧，就問點解會多咗張籤，點解會除曬？哦，你飲醉酒你唔知啊。不過咧，你點知啊？阿含嗰個人咯，哦，大不敬，阿含大不敬。我屌你自己除衫關個仔咩大不敬事啫？咁啊懲罰佢，含。佢成为下一代嘅奴隶，哇！咁毒嘅，仲有天理嘅，仲要做大佬阿闪嘅奴隶。喂，你自己剥光黐线嘅仔，大佬。咁咧个仔个嗰个嗰个咧做奴隶嗰个叫就系迦南之地嘅迦南啦，阿含咯，阿含个嘅迦南。嗱呢个本来咧就非常之系一个神话，但咧。被後來的殖民地呢改一改、改到什麼呢改到真的驚人了、他說呢原來閃族呢、就是中東現在的以色列族、就是閃族人這個大家都明白阿佛呢就是我們東方人、就是印度、中國很平庸的什麼沒發生過是但是最慘就是阿含、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不是是黑人，哦，即系歧视嚟噶呢？冇错，咁点解黑人变咗有个做奴隶咧？系啦，做捉佢做奴隶有一个 reason， 因为睇人着着，因为佢祖先系含，所以咧佢哋成嘅后裔都变成要服侍翻白人嘅祖先。哇！呢啲系哇！你得唔得人惊啊？你得唔得人惊啊？邪教呢个解释圣经冇噶，系殖民地。殖民地的人哦，即是他们抽水啫，其实系啊，佢抽呢个咁样嘅故事嘅水。其实我觉得咧，佢系咁成个中国嘅人叫做咩？阿佛啦，即系佢哋嘅平庸咯，中间乜都冇。中间佢有三仔，唔系喎，咁奴隶中国人，唔系中国，系阿含系黑人啊，唔系啊，即系我知啊。咁啊，如果用呢个解，佢系东方人啫，点样解啊？咪就系唔了解你，咪整个冇角色嘅人嘅。冇呢個觀念，即係東方人咧，只在去到波斯嘅啫。因為亞歷山大大帝最打到去波斯啊嘛。知在東方係咩？在東方係乜嘢？佢係冇呢個觀念。成吉思汗就知。係啊，成吉思汗後來先知。打嘢啦，殺到嚟啦。但咧喺後來啲人解釋咗咧，就係阿含嗰個種族就係黑人。咁佢又有解釋喎，佢穿咗褲有好多古靈精怪。我都識得解釋啦，因為老豆見到個仔咁鬼長嘅。所以就当了黑人去厕所还有一样东西很得人怕他解释为什么是有三个种族为什么那时候会三个种族呢三个仔嘛、啊、三个仔嘛为什么三个种族用什么来分呢其实人种里面呢不止三个种族因为我只是懂得他见识只有三个种族、三个种族、他三个种族怎么解释到呢是他是用头发来解释原来人的头发人类的头发是三种乱直金毛黑不是計顏色、啊、是計那個頭髮的橫切面、哦、有些幽深學那些有個呢就是圓的有顯微鏡才行是的、後來、後來的穿著褲有些是扁的有些是、方方地的所以呢黑人那些 Curry
系冇错，佢扁嘅，所以佢一生出嚟就会 carry 噶啦。佢唔 carry， 佢唔能够食嘅。佢自动噶嘛？系啊，有啲咧就系直嘅，四方嘅直嘅，佢点梳都断，啲电已挛嘅。有啲咧就系圆形咧，佢就而家嗰啲波纹啦，即系西方人咧。即系细 curve， 细 curve 啊。佢用咗呢个嚟解释咧，用头发三种嚟解释咧，即系咁样嚟证明咧，圣经系啱嘅。哇！曲线中的曲线就兼夹抽埋水，得唔得人惊？你话真系好恐怖噶，吓咁都唔得人惊，仲有个得人惊，个个都梁烟成嚟嘅嗰啲，唔知道啦。总之个个都咁样咁样癫嘅，仲有个仲得人惊，系就系咧，佢话以前啲人讲上帝嘅选民就系犹太人，犹太人，原来唔系嘅，嗯，咩就系呢个系咩讲？殖民地，而家美国人讲，哦，美国人。話美國人，因為美國都係信新教，耶教，新教嘅。佢話我哋只係上帝嘅選民。哦 ，OK， 呢個仲得人驚，所以咧佢有權去捉嗰啲黑人嚟到做佢奴隸。係，我啲貪方便嘅啫，即係噏得出嚟噏貪方便。唔係，即係可以將一個宗教嘅信仰變成咧。一種穿作附會嚟利益自己，而家都係咁噶。你愛國嘅定義已經唔係愛國噶啦，係咯，好得人驚。我覺得呢樣嘢咧，即係仲比宗教同埋政教合一更得人驚喎。係，因為嗰啲人係深信不疑喎，係、永遠唔敢好似你咁樣嘅搏嘅喎。係。我死了几镬噶啦都吓、啊，如果你喺中世纪，你已经拎咗去烧噶啦。我谂我七八岁已经死咗两次嘅吓、啊，都死噶啦。你呢啲咧就一定系被人强奸，唔系巫婆。我直情系呢啲一定巫婆。我成日幻想，如果我识得变态好啦。咁你巫婆咧好简单嘅啫，笑啊！有几样嘢就系巫婆嘅，第一就系、是、你个身有冇痣？有实有啊，点会冇啫？一有粒痣咧就系、是。魔鬼的記型一定大鑊啦！我唔怪之睇 A.V. 成日都咁似咯。第二，你養唔養呢啲咁嘢？我啲毛騰騰嘅嘢。嚇、啊、呢啲咧，貓嘅更加，黑貓更加。係呢啲咧叫 familiar。而家我哋英文 familiar 即係相識啊。familiar 另外一個 noun 嘅解釋咧，就係呢啲咁樣嘅，跟住巫婆嘅動物仔。係眷屬。眷屬係啦，眷屬。咁咧。你屋企一定有啲油嘅，哇！你有啲油喺度大镬啦，又系喂老鼠嘅，唔系啲油就我系搽落嗰条扫把度，一有扫把，神油嚟嘅，系神油嚟嘅，我要买扫把系，嗰个扫把咧，就可以夜晚开个窗就一声出咗去嘅，好过搭火箭。咁但系嗰条扫把其实真实嘅用途又磨噶嘛，唔系系我系扫地嘅。日頭唔係我聽過掃把唔攞嚟做咩？掃地唔係有人磨嘅嘛？唔係即係我就聽過一啲傳說咧，話點解啲見到巫婆成日揸掃把喺度咧？嗱、啊，嗰、那個係嗰啲鹹濕佬講嘅，係咩？即係真嘅啲。而最早嘅掃把同我細個聽我朋友嗰下，我個 Gavin 同我講嘅，以前同佢夾 band 嗰個歌佬話俾我聽，你唔識嘢嘅，我睇嗰啲舊嗰啲書咧，即係嗰啲歷史書咧話咧，佢哋咧因為佢唔結婚嘅，唔係啊，好多有。有结婚嘅啊，嗰、那个有困咗咁多年添。点解喺欧洲咁多巫婆咧？因为咧巫婆其实咧，佢话佢系叻人嚟嘅，系佢哋用嗰个字咧叫 cunning，cunning 一定系狡猾、醒爬，系醒爬兼咧聪明 smart 兼咧做几样嘢，即系中国话三姑六婆啲佢做晒，同埋接生啊、医病啊，又做中又做保，唉冇错啦，又做介绍，总之。佢係一個上年紀或者中年嘅婦女，可以咧喺嗰條村嗰度做咗好多有貢獻嘅工作，民生日用嘅嘢嚟嘅。譬如佢有啲秘方，咁你有啲嘢屙嘔肚痛，佢你搞掂。撩粒鼻屎食啊，或者咧，或者你生仔要人嘅接生，佢哋去搞掂。但因此咧，亦有好多人憎佢，憎嗰啲婦女，而且咧而家。話嗰段時候咧係有厭女症，男人咧開始好憎女人，點解咧？女人，因為你叻過佢，你叻過佢，哦，咁咧佢咧就懟你，又用宗教嘅方法嚟懟你，咁啊喺西班牙咧就
有兩個神父係叫宗教分離。嗱，呢個大草寫嘅 Inquisition， 用大細草寫咧就係我哋訊問，大草寫咧就宗教法庭。Spanish Inquisition 係呢個樣嘢結啦，有兩個神父即係修士就寫一本《天使之錘》這本書。咩錘啊？天使啊！哦 ，Emma 嗰個錘係啦，中文就係天使錘。我有呢本書啊，英譯嘅。咁咧裏邊咧就講曬如何識別一個巫婆嘅方法。方法，其中咧好多咧係嚇死你嘅。譬如捉咗個女人之後咧，要除曬佢啲衫。想嘆咗先，睇你。冇睇嘅啫，要檢查。睇出嚟㗎嘛？撥開曬嚟檢查。有冇痣？有冇痣？冇錯啦，有冇一個痣？有痣咧？如果之前啲人唔剃假底毛啦，係啊，起碼遮得一粒得一粒啊嘛，有一粒都死啦。係前後左右睇齊，有粒痣咧就係證明你係同魔鬼咧有路。咁魔鬼咁佢如果知道老婆都有咧，未有人告發嗰個唔嗰個唔算。咁咧告發點咧？我捉咗一個，譬如逼同党出嚟，系啦，要佢供十个出嚟。哦，即系好似陈亚式推销咁。系啦，冇错，陈亚式推销。咁然后佢拉埋嗰十个翻嚟，又逼，咁用乜猎巫啊？系咪？好啊。即系中女死晒噶咯。系啊。第二，佢点样审讯咧？除咗查都有证据之后，浸佢落河。系啦，浸佢落河。如果你唔死得，你又系啦。系啊，沉嗰个咧就系有罪啦。浮嗰个就冇事。咁譬如咁样，咁啊实沉噶。系。咁啊，咪死都咪何翻咯？佢又唔使你死，翻翻咪 sorry 咯。不过你死咗咯。点解唔使你死咧？因为佢哋要交差啊。交条咩差咧？就系你要讲出你点样同个魔鬼有染。系。咁所以咧，而家咧留低咗好多呢啲工种，冤案就吓死你嘅呢啲工种。但系咧，證明嗰啲女人咧係好好嘅作家。佢頂唔順個苦刑，佢自己作啊，作到咧天花龍鳳。哦，我就得一日上山斬柴，撞到魔鬼啊之類，係比你嗰啲更加精彩。咁唔係一定唔係一定巫婆嘅喎。男人有嘅。修士有。巫魔。啊，係巫嘅男人都有嘅。巫師。巫師有嘅。咁啊！但系喺嗰幾百年裏邊咧，二百年啊，差唔多三百年裏邊咧，死咗喺歐洲死好多，都死唔多個文革嘅應該。死唔多。冇咁樣冇多個文革。但係最大問題咧，所以仲恐怖啦。最大問題咧就臨到18世紀呢樣獵巫嘅風氣咧傳咗去美國喎。吓，美国现代嘅咯，系冇错。我哋睇《Conjuring》第一套，咪就系咯，咪就系因为个女巫间屋咯，系啊。第一集有冇？第一集嗰个地方叫沙林啊嘛，西林烟嗰个啊。哦，沙龙。沙龙烟啊，西林。西林就系叫西林嗰个地方叫西林。咁然后咧就捉咗嗰啲女人出嚟咧。啊，我记得啦，记得啦，系啊，冇错。就捉佢出嚟咧，严刑咧就逼死咗好多人。喺美国。嗰陣時係開始400年前，係啦，開始立國，同埋咧崇尚自由、民主、公正啊嘛。但係竟然會有呢啲就宗教狂熱，宗教狂熱係啊，就變咗咧。但係個斷層好多年後咯。仲要咁樣喎，唔係天主教，係新教啊。新教哦，咁要攞命好嘅唔好啊，係好嘅唔好惡呢樣嘢嘛。不過佢有道好。在蘇格蘭咧，喺有度好，仲有得好，有度好，減少人口係咪？唔係，喺歐洲，譬如西班牙、德國呢啲地方咧，就燒嘅，係鑑生燒，係聖女貞德咪燒死啦，係啊，因為打你諗下幾唔係幾無賴，燒完之後將人哋封翻聖冚家產啫。嗰後來，我真係好撲街嘅，真係好撲街嘅，係啊。咁啊，當然咧，當時咧，佢話佢打勝仗嘛，佢唔應該打勝仗嘛，搞到個皇帝翻嚟條氣唔順啊嘛，法國皇帝啊，同佢打贏仗都要懟死佢，仲要燒咗你，最好啊，就叫你做巫婆，咁啊燒緊啦。但係咧，點解話有好咧？呢個蘇格蘭同埋英格蘭咧，就唔使燒，唔使燒，係吊死嘅，攞翻條全屍，所以叫好噶啦。哇！多謝曬，真係即係食屎同食 K 嘅分別係冇錯啊，係啊，唔係有冇調味嘅分別？我覺得喺嗰啲喺新美國咧，西林嗰度咧都係吊嘅，係
即係英國佬嚟噶嘛，喺愛爾蘭嚟，即係跟翻嗰啲傳統，佢哋係唔燒嘅。咦？咁但係我又想問啊，對唔住啊，你佢嗰只釣法咧係邊只釣法先？錯釣啊！係啦 ，exactly。我諗嗰陣時咧冇錯釣，冇錯釣，好慘㗎，好慘，脷好長。係啊，揾咗個繩結咗，即係等佢窒色繩咯，係啊，掛籃鴨，掛籃咧，你好多掙扎嘅喎，頂係啊，掙啊掙啊掙下嘅，係啊，掙到你死為止，係哇，好慘啊，好慘，挫死就話好快，挫死我快脆，挫掉人度好多，挫死咧就係一個斷頭掹掣啫嘛，係啊，下低只腳咧就綁咗沙袋，咁咧喺香港咧，正話你話嗰啲叫做好 hea 嘅人，係。就是他想出来的。怎样可以一夜呢使到那个人即死呢？想很久，想了一条桥，就整了一个断头台这样的吊台。搞型叫搞型。咁呢下底有个活门，一按掣啪，咁个人呢就坠落去。一个门会咁样开嘅，向下开。点样坠呢？而家有得去㗎喎。你要赤柱有呢个。唔使啦，唔该。赤柱有台呀。赤柱呢而家前面呢就有一间叫做监狱博物馆。我带个学生去睇㗎。咁呢啲有免费嘅。咁里面呢有个搞型台。就仲英国运到嘅。唔係近时。木工做的，三郎奇案好像都是最后尾要吊的，吊的，未之前未度颈之前呢，他要度你的体重，再计个高度，计你的高度，就包你死，就条条揈，或者甩咗头，戳断啲皮黐住嘅，仲有一样嘢非常重要，就系试过有个反唔死得。不死得，因为那条绳断，他就不可以再整咗你一次，系啊，佢唔能够再整。系冇半身不遂咧。可能成日颈痛咯。冇讲到，好翻晒啊！冇讲到，就系呢一个官咧系冇符，系，因为个律师就话你吊一次嘅啫，系啊，吊第二次放佢走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咧个官嗰阵时嘅死刑咧就话要吊到你气绝为止，一定后面加一句。好啦，咁而家讲翻呢个绳啦。而家呢个绳 make sure 佢唔会断。系。嗰条绳好鬼粗噶。好似啲搭船。系啊，嗰条缆咁样嘅。点样 make sure 佢唔使断呢？就将呢个买咗呢个麻绳翻嚟之后咧，浸水。好硬啦。浸咗水之后咧，浸咗一轮之后咧，就等佢干翻。我谂再读啲啊，我谂系封蜡啊。浸蜡啊！佢冇讲到系浸蜡，佢系讲浸水。浸蜡唔够柔软啊嘛！浸咗水之后咧，等嗰条等干翻之后咧，呢个麻绳里边有韧力，系有韧力。咁所以咧，一套嗰类一跌咧，佢即刻挫断你个第几节同第五、第六节嗰个关节。我哋揾集净系讲死刑咧，有排讲啊，系。咁你咧？因为你我睇过一本书咧，即系想当年我仲中意睇书咧，即系最近呢几年啲做咩咧，冇乜点睇书咧，就系讲中国古代嘅酷刑。喂，大咩讲？我专呢科啊，我专科。喂，真系要讲都仆街啦！你知唔知咧？佢系文字咧，佢冇图片嘅喎，都吓死你。但系咧，你系睇到咧，成日会闻到有血味啊，即系好唔舒服嘅。更加刺激到你嘅幻想。即系你有。imagination 啊嘛，睇到要放低本书真系好不安。你又讲翻嗰个呢个中个巫术啊，即系中国嘅全世界有巫术嘅，茅山算巫术啦，中国算。但系咧，我上过茅山啦，茅山系从来冇佢正一派，佢冇所谓巫术呢样嘢嘅，系大陆嘅书咧。是冇一本讲道教的字鬼，因为烧晒啫。唔系，佢唔准讲，唔准讲。只有香港有一本，呢个科仪系教你点样去字鬼。有啊，呢本书啊有，我有啊。咁你试过实践未啊？未试过，系啊，好想见，但见唔到。你 book 只真鬼嚟俾你。book 只真鬼嚟俾我见见。系。咁啊，又讲翻呢个罗亚。咁啊，自从嗰次咧之后咧。我阿生咩咧话佢老咗之后，老咗见俾人见咗之后咧，佢收尾仲活咗差唔多几百年。佢系圣经讲亲啲人都几百岁至死嘅。咁啲人咧有个推测，
就是、當年的一年咧，同而家一年係唔同嘅，個 calendar 唔同嘅，即係可能中國都係彭祖九百歲咁。佢悼年，佢悼年如日噶嘛嗰陣時。係啊，未必係定而家我哋用而家嘅年。唔係，但係嗰套戲好奇怪喎，即係講羅亞咧，佢爸爸係嗰個 Anthony Hopkins 啊。係。咁佢死咗之後，無端端出現翻嘅，即係靈魂啊！係啊，隨時報夢，隨教佢上山，唔知點。係，我睇過佢本書咧。你嗰套嘢參考咗好多係猶太教嘅聖經，佢唔係淨係舊約聖經，因為猶太教都有講。好彩美國嘅電影業都係猶太人揸裝，如果唔係冇咁有娛樂性。係咁回教都有啊，回教都有講到呢洪水呢單嘢。好啦，咁啊點解有洪水咧？原來一樣嘢好簡單啫，原來咧黑海崩堤七千年前，將個普魯克斯海峽衝破了、衝破了之後呢就將所有其他泛濫冚曬其他地、所以黑海高了的本身是黑海本來是一個湖來的、是因為好像四川一樣四川是一個湖來的整個盆地是一個湖但是這個水一路高漲了之後呢它製造了一種 pressure 一種壓力它要衝破、中國的四川衝破了個三峽、所以現在呢好像刀切一樣是很漂亮但是呢黑海一樣它衝破了就在個普魯羅斯海峽那裡現在你土耳其一定經過的由那裡出去出海去到地中海所以呢未它衝出來的時候就水呢就泛濫其實海水是黑海的海水歷史是這樣有什麼事它講大了現在從地質學為什麼有洪水咧，都證明係嗰證明係有洪水喎、浸過喎、喺嗰度地方。但係講大曬啫嘛，係啊，嗰邊都係神跡。我想問，係我想問嗰陣時嘅嗰個規模啊，有幾大？好大，好大，好大，浸曬成個土耳其啊，同埋伊拉克啊啲地方。即係但係維持咗係咪好長時間啦都？我諗都我諗都有好大，我諗都幾大，因為變咗咧而家咧。很多地方呢都找到找到它找到它那些水浸了的遺跡我看過另外一個版本呢就講耐啲嘅係唔係我唔知道你嗰個係幾時呢我嗰個七千年前啊可能是伊丹啦咁。但呢就係話喺羅馬希臘嘅嗰個考古裏面就話有一個大嘅火山爆發跟住引發個海嘯就可能同你嗰有少少唔同，但系都系好耐以前，即系唔一萬都幾千年嗰啲嚟。以前係好不安噶嘛，有啲。但係你嗰個係火喎，而家係水喎。我知，但係佢係火山再海嘯。哦，海嘯。但咧，如果你地中海咧，就好難海嘯，因為佢都唔係接大洋，唔係接大洋。而家咧，啲人話落雨，可能係真係落雨嘅，地下又湧出水，呢可能真。如果地下湧出水，即係爆屎渠都係地下。係啊。即係嗰時沒有市渠嘅，唔係即係嗰個衝擊力好大嘅，咁啊變咗又落雨又衝出嚟。因為我睇嗰個咧係好誇張嘅，即係佢而家嘅地質學家咧measure 咗咧話佢個力量等於唔知幾多個廣島原子彈嘅威力嘅。其實廣島原子彈好渣嘅啫，唔係即係好多個，可能幾廿個或者幾百個加埋咁樣樣。嗱呢個咧今日講唔到咁多啦，下一次咧我哋再講咧有一個問題，就要問下探長啦。係，例如咧係咪點解？潮吹咧？唔係潮吹，點解傳播宗教要用啲技術或者要用呢啲嘅故事去呃人？影音使團咁樣啊？點解要呃人咧？點解要確確聲咧？點解要呃人咧？我就到而家我都唔保持權威而可以得到利益咯。就係乜？就係個心態乜嘢？唔需要噶嘛？呢個世界你。傳道有傳道，佢有道理，根本就唔需要。傳道嗰啲人佢唔知嘅。我哋下一集講嘅。好啊，下一集講啊，好啊，呢個真係好怪嘅。下一集講，拜拜。